一个新闻都没有，代表没有写它的意义。哇，一八三什么？开记者会，从现在开始一八三解散。这种随便都是头条。哦，所以收视率不好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开会，我们就做一个升级版。我本身也蛮后悔告诉你们这个 idea。最早到的第一是演员，那时候我还是新人，打开门的时候，我看到我有罪恶感，我就做错事了。你可以留你将来写书。